马来西亚女演员林明晶呢日以智能机械人造型在香港出席活动，仲公开话想同国际巨星周润发同埋周星驰合作添啊！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到他的戏，他我觉得他每一次出场，只要有他的戏，就一种气场，一种气势，然后很有魅力的感觉，所以就会从小到大就会觉得哇，希望就是将来可以就是近距离看到他。周星驰。我讲到好难哦，对，就是其实很多也从以前到现在都看很多港剧啊，香港的电影。那其实有很多的艺人，我都蛮喜欢、蛮欣赏的。希望有这个机会，就是当作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吧。另外，最近见到林明晶系咁 po 啲健身嘅相，大晒线条，都几性感噃。因为一直以来都蛮喜欢有线条的女生，就是我会觉得有线条其实蛮性感的，所以其实不只是在我的肚子，那我也想要在其他部位都能够做一些加强的训练，让肌肉看起来更结实。因为我希望就是可以利用就是一些怎么说正能量的一些互相影响。那如果有时候我很想运动，可是我没有动力的话，我也是会去 IG 去翻其他漂亮的女生的照片来激励自己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是其中一个互相影响的对象。讲到对象，旧爱张轩睿最近参加内地的真人 show《女儿们的恋爱》，就同 Selena 传出恋情。林明晶又有没有看到报道呢？那个我没有回答。